者钟志海台北报道。大案至此至今播两集惨遭腰斩。该剧描述主角林智慧爆笑日本228事件等情节，激怒中国网友称该剧媚日，传连国台办都介入，大爱紧急下架。昨剧中要角之一金钟歌王杨烈受访，他昨发飙大爱台真是闹了国际大笑话。先前大爱称该剧是因情节太多打打杀杀，不服台内调性，但杨烈认为这戏半受影时，不是所有大爱高官都来了，自己剪完经过编审，怎可能不知眼识末，险进改口。至于所谓中国网友意见，杨烈指他根本没看到半条。该剧是女主角二战期间不顾家人反对前往广州担任军护的感人故事。虽然大爱否认有国台办关系无政治力施压，但下架是事实。杨烈强这等于自打脸，大爱不是一向秉持真人真事吗？难道您这会说的话都是杂话吗？杨烈老婆是日本人，他说当年父亲也有意当日籍台湾兵，因此看到军护这题材被打压格外心痛。他说才播两集，两集里我都有看，哪有时摸打打杀杀，中国网友要从何骂起，大爱扯别的理由好不好？真的有更幼稚，甚至扬言以后不远再接大爱的戏。对此大爱电视媒体发展部经理欧红宇回应，尊重也谢谢大家的关心意见，和谐无价，大爱台该说的已说过了，不再回应。一切感恩台湾大爱电视台播出的至死之心一句，传中国国台办为此访问辞记表达关切，图为大爱剧场至此之心上当记者会。资料照记者陈义全社，知名艺人杨烈。资料照